秀媛，立刻去乔家见你，只要赶在罗石英娘发现之前把雷米给换掉，这事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事不宜迟，立刻出发去周鹏。谢谢姨娘，谢谢姨娘。来，谢谢，拿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的，谢谢，拿好，谢谢，拿好，对啊。 夫人，您不去粮仓守着，万一他们要是把梅米搬走了，岂不是没有证据了？来来来，你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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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有都有啊，还好对啊，别急，谢谢，好，干一个，往前往前。 周鹏的存粮放哪儿了？下一个，我既然来了，就是已经知道了。之前你们是听令行事，我可以不怪你。可若现在还不说，可这是何罪？说。那边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们要想知道。 这些灾民的情况可以直接问我呀，不用亲自过来的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赈灾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要亲眼看见，我才能放心。还请乔姨娘让开。不过是些米粮，我看看又有何妨？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看的，只是太夫人把赈灾的事情全权交给我，夫人，还是不要插手。乔姨娘。 太夫人是把此事交于你了，可是你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毕竟是个姨娘，怎敢在夫人面前指手画脚呢？让开！夫人，您这是以身份压人越俎代庖，您是不相信我们姨娘呢，还是不相信太夫人？夫人面前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在下如果有所僭越，夫人回去自可责罚。可夫人今天若是破了太夫人立下的规矩，硬要强闯进去。 除非我死在这里，张妈妈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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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的，您看这百姓这么多，要是夫人固执己见，事情要是闹大了，怎么样都不好吧？你们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阻拦我，是何用意？唐妈妈，多请琥珀，让一下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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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路上出了意外。 米没有了，阿姨娘，怎么办？姨娘，夫人，夫人，你看看，这些全是米，看，竟敢动赈灾粮，乔姨娘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